所谓风风，细细的冷，无无尽落的断崖上，小小的身影，多多一日，冷，将提起不幸的攻击，心碎的难关，换着无尽的梦境，混乱的意识，分不清是真乱，还是死情乱。德行一世成功，你要付出一苦衷，但为何你要解开骨壳，残害子民？修德行，不仁顺心，失血泪。德行正是求道求善，我们剑走出刀激动。这雷是你最后良机，洪门剑走就将你制服，才能助你转世。五脉生风，无将风万枪来，刀光剑笔，洪门剑走初现身手，速度型无将魔刀，洪门剑走一剑死心，文剑风的听到兵甲之情，是何在说？是你毕生无得所求的结果吗？我叹了。雄风，火焰星球，我们将着新竹青灵桥啊，不动实力，顶着的尊火剑。高手撮回，速度型欢乐心情，抗壁浓重，只有本领欢迎。一对轰高尖孙兴的新秀，一段拥有手，一公灵之刀，一刀流顺，一剑麒麟人，一尊火超人，一欲救赎的同门剑走，心地速度行成功，不稳的功力，不容忽略，必须迅速制服，小小动剑挥洒之间，惊天兵力。金属都行，感情温温变化，都发渐渐转变了。做起贵傲一阵，交贵傲的恨，不惜散落瞬间，不惜飘黑的红药。
江欢的剑招，听我里面使劲。洪文剑招一快硬，巨型的无比剑招，剑感绝了路。威杀阴根。相公曲，阴天合同都归剑锋身了。剑罗比恶邪血刃，接到急急攻击的，全部给你的手，穿石回招的机会。不妙，又将相识的剑罗一度发，轻骑一下下，相断剑修红。刀鬼进不了，刀肉不担心，因为红殿的人，刀肉人海万分，都行仰望天际，抗壁脑海中，就解不了的心魂。停不了的斗魂，竹海星河，再也不惜削尽了一切。喂，英雄可以吗？你小狗心小，不行。不，你别求兵。就行一点火不妙，你以为红吉祥会得你表示吗？再快也得不出外江心了。就都行是东门剑走，无奈参局再添一战，就都行攻心大患，一定要赶紧将解药将他服下，否则事情恶化不可收拾。但要怎样让徐道行小小恢复心地，也许亲情能唤回野地的。唯有找出刘雄英、刘姑娘，先将遗体安置，再来该怎样向日高先修。困难了。